带我去上学啦。就那拿物啊，都不来学校，不想管他了。叫我叫你干嘛？怎么又是你啊？已经3天没来学校上课了，今天是我来，你们少年队来了。有事不用你管。我可以帮你啊。别人都不能帮我了，你还能做什么？不然为什么我的家是这样？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？为什么每天上学？不要上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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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